我都不知道我在商店里面捡的这些东西干嘛。就是那你可以买那个钻石装。啊，黄金没有用吗？黄金没有用，黄金没有用，那是扔掉的。啊，原来如此。哎，对对对对，下去了，没事没事，暂时的。哎，我们暂时落后了。那个有还没那个吧？加分岛还没哈？还没。好，然后那个被岩浆烧了之后死掉，那个效果持续太久了吧？我现在还是被烧的画面。哦，那个蹲下，你蹲下就有，那是伺服器问题。蹲下就有对，蹲一下就没事了。好。哦。我在中间哦。有，我看到，我帮你。没事没事，有，漂亮漂亮漂亮。啊！没钱。哎呦，牛排。他举盾，他举盾，我破了，我破了，我破了。哎、欸，我拿盾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改好了，改好了，改好了。有装，有装，有装。有没有买龙虾、啊？这个你们冲，附魔我来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毕竟我也不宜走太远。啊！怎么了？哎呦，我好痛！打起来，打起来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他们的啊，好痛！怎么？他们的哈基直接过来啦！哎呦，直接冲过来啊！对，他会有力量效果。哎、欸，反过来砍他，砍他，砍他！不要让他走！圣诞老人，打圣诞老人！可恶，让他走掉了！稍微往前，稍微往前。他退回去，他退回去了。好好。道具封死是只要放在身上就有效果的意思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在你身上啊。对啊。那个是让附近的效果无效，魔法无效。没有，我自己是什么？哦，燃烧一级退一、嗯欸。有人要衣服吗？我有宝二。你穿了、我不是我没办法穿，不能穿，不能穿，不能穿。是一个牛排。我等级有17等诶、欸。对啊，等级好高啊！我杰克，我给你哦，宝二的衣服。哦好，我要过去打。那这宝一给你。没有没有，我没办法，我没办法。他们那边。好，我帮，到时候帮你们瞧。那是他们盖的雪人岛吗？那是这次的那个，就是一个 G, 那是我盖的，那是 GB 一个墙壁，听到啊啊！他现在洗掉附魔，就是把放在自己的合成台上就可以了。我应该回去买个盾牌的。哎、欸、啊！好痛，好痛！怎么了？没有啊！我有全套保护衣，谁要？繁星要吗？好、啊，我在那边。团团他们来了，他们都在桥那边、啊。你们要有给我更多装备，我才可以付。好，那个我放，如果有装备，我放在那个第一个电符那边。好，我让他们那边受伤，他们那边受伤，我射枪了，我射魔枪，去捡去捡。告示牌可以买啊。都死了吗？两个都死。死了。嘿嘿，魔枪啊！小心哦、啊，小心哦、啊。你可以吗？你可以吗？等一下。哎、欸，哈基，打哈基。十个掉。小心哦，小心哦。哎、欸，哈基不见了！他跑，跑那么快，好好好！哎、欸，射箭！哦，他射枪！好痛好痛！魔枪魔枪是魔枪是魔枪！哎、欸，哇！你们全灭！你撑住！小雨在哪？我活着，我活着！所以他刚刚那么靠近，他也是很想要射魔枪。没关系，现在双方都没魔枪了。我的装备。附魔岛右边是那个绿宝石岛，那边有介符的，可以把装备放在那里，我就可以附。哎，好痛哦！因为那个剑矢好痛啊。剑矢是有下修了啦，就是都减半了。嗯、对，安娜姐，你要装备啊，铁那个钻石装。我刚喷掉了，只要死掉了，装备再重买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嗯，不然你就是先免洗冲也是可以，好不好？免洗冲。对啊，只是冲出去之前先去力量岛加。嗯。把装备是被他们收走了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因为刚刚他们太痛了，直接回来了。啊，牛排岛也可以再放。好好，嗯，哎、欸，桥出来是不是分数？哦，分数有了。对，还有、那個，我跟你讲，是因为没有钱。哦，决定。现在有16颗。我觉得我需要一些牛排。嗯，牛排都还很缺。没关系，有免洗战士也是不错。哇，那吉，你要不要装备先放在箱子里？我可以付，不然你这个出去也很危险。这里箱子，这个箱子。我再来慢慢瞧、哦、你就先免洗去打、欸、加油加油他们冲、欸、我以为他们冲过来
还没，还没。他们过来啊！又是拿弓的。哎、欸，你小心，你小心。好痛！全套保护衣都有了。哎、欸，我现在还是黄金装。哦，卡卡卡卡。两个那个扭的了。没、欸、有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绿宝石要怎么样放到仓库里面、啊？一样吗？放不进去。绿宝没办法，绿宝只能拿出来。对，你就放在箱子里就好了。哪一个箱子啊？可以给大家的箱子，一般的箱子都可以。木头箱子就好了。嗯。你们有要附魔？他都会从箱子里面扣就对了。你们有要附魔就放在箱子里哦。好。对啊，我这边他们那个哈基有新的魔枪咯，我也有了。好，打魔枪。这个你要不要放在这里？我可以帮你附。我十二等。好。里面有一个盾。你们可以多换一些装备放过来，我就可以帮你们慢慢堆。不然身为祭司也不宜走太远。哎，我一个人打两个。但是不能傻，你死了又等于送装了。我死在岩浆里面。啊！小心啊！他我记得有更新说，就是免洗太深入的免洗的话，他们也会有那个绿宝石的加加。嗯，哎、嗯，就是免洗也是有缺点的。哦，这里王也可以买哦，行商岛我也可以买东西。行商岛可以买，你们自己可以买。我就算想要去抢，这样方便很多哎、欸，这样祭司方便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那就算要去抢人家的岛位，很难那个。不要再送太多就好了。哦了，那只要配合的队友，你不要一个人，跟着队友动是动。哇，队友哇，要用枪、啊，又是枪，又是枪，哇！反过来，他们现在就没枪了。可是装备全掉那边了。哇！没有注意到枪，好像射过来的。他们都放在那个，都是放在缝那边啦、啊，出口那里。对，看要不要盖其他路，或者是怎样。装备全部捡走了。没有没有，我这边再弄。帽子套，有一个新的保护衣的装备有了。嗯。小哥，小哥，你后面。我知道。啊，他这好痛啊！我弄他们分数啊。嗯。我帮你多注意了。等你们有人装备不错的时候，可以把那个魔石给你们。我要掉一个分数，一个绿宝石。好啊。哇，他们家也是很不错，因为这就会让那个祭司很惨。嗯。可是他们现在好像杀的人比较多，他们现在好那个、啊。他们装备现在有起来啊。好痛啊！他们有好几次的优势。他们来了，好痛！小心！哎、欸，他们走到我们前面，他们走到我们前面了。哇，箱子里有两套。他们怎么都拿弓啊？箱子有两套。哎、欸，他们已经来了，已经来了，已经来了。哎、欸，我射魔枪哦，那里魔枪，那里魔枪。他们应该都会死，都死了，都死了，都死了！装备转移术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！有，我全杀了，我全杀了，我全杀了！有，哼，得罪了，我还想走。我刚刚掉了不死图腾，拿回来了。那请听我说，出去之前都要进这个力量岛加加，力量岛会有抗性。哪一个力量岛？红色的那座岛。红的那个。直走左转，直走左转。这全部都是那个吗？一开始我给你介绍的。你有看到吗？那你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一座岛，站到里面就会有力量跟抗性啊！原来在这里啊！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嗯。啊，繁星，你的妆如何？要加加吗？不用不用不用，他们在射我屁股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挡着。他们的大祭司。那我现在先以二阶为主，现在双方都没有魔枪喽，所以可以尽量不用担心。转到右侧哦，弄得我是不是也要去买个剑矢什么？剑矢会耗绿宝石啊，可以先忍着。
灯。好，低调低调。绿宝石怎么生成这么慢了、啊？没事，盖岛。好，加分岛或绿宝石岛有需要再放的话，要跟我讲哦，我就放核心。啊，这是的。哎、欸，技师的工作就是帮大家弄装备。嗯。有人要作战为主吗？我这边有二阶装。这里还是杰克。技师在里面哦，技师在里面哦。他没有，可以打，可以小心小心。有问题退，有问题退。这有没有回血岛啊？西瓜，西瓜，西瓜岛。啊，西瓜是回血的、欸。对对对对对。很痛很痛，这里很痛哦，我退一点喽。你们要先退回来。下一波，下一波，人数少，人数少，这里。嗯，没事没事，我还在扛，我在扛，我还有不止退人。我们都退回来，我们都退回来了。这里不好打，这里不好打。我们换一下装嘛，换一下装，给你们二阶装。力量效果确定要有。嗯，孩子要回来哦！来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哎、欸，我被卡住，呜、哦，完全没事。对对对，不要撑到那么久。他们都在路口那里啊。对。哎呀，这是你要吗？还是杰克？中间怎么有村民啊？我装备我已经换了。你二阶吗？一阶的。我给你二阶，你不要死哦。来，给你二阶。力量风血给你。村民干嘛的？啊，你给我你的武器给我，你的武器给我。啊。你现在都会有那个常驻力量2的效果，好，可以尽量去打。可是你要带人啊，我去吸你去打，一吸一打，然后、哦、我需要带一把斧头好了，等一下，对啊，斧头一定要，斧头一定要破盾，斧头，那我也去拿一把斧头啊。我这边前线资源都会有一点点基本附魔装啊。嗯。啊，比较强的我就放右下角，好不好？这样就会分别出来了。嗯。啊，记得出门都要力量岛哦，加加哦。好，只要踩一下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踩进去一下啊，你看右上角有效果就可以了。嗯。啊。绿宝石岛跟加分岛都还没吗？有，我在弄。不过铁定很少。小心哦！他拿斧头啊。OK 哈 ，OK 哈。可以，只是他们弓箭有点多。他们一直用箭矢来射。嗯，只是他们这样很花钱啊。他们慢慢来，卡住就好，慢慢来。嗯。我们需要想办法再去破坏他们的分数岛啊，嗯，或者是杀哈基，打哈基不过来，我们没办法杀。哎呦，那个，那个代表有人在盖岛。他们都躲在家里，那几不要开出去。那他们有枪啊？有枪了吗？巧克力还没，还没，还没有。我会跟你们讲。哦，他们去捡绿宝石啊？这是什么？中间的商人出来了，所以如果有够多钱，可以去买个书柜。对，所以现在没有风会吹了，意思会还是会会会会会会都会。只是你要哎呦哇，用一点比较特别的方式上去。什么意思啊？要站在那个栅栏上。反正你就尽量不要走中间，你不要走中间，很容易吹，很容易吹。我刚刚从旁边也被吹啊。对啊，就不要走那。那吉那吉，这里有那个跳高台，后面。那吉那吉那吉。啊！看我看我。嗯，这里有跳高台，你也可以走这，水流会让你直接冲上去。哦、oh,。对，就可以直接跑、这个、跑酷过去也可以。嗯。OK。锁着中间。好哦，技师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示范而已。还有，有人要第二套二阶装吗？谁一直在射血了？或者，哎、欸，对面有一个一直在射我们这边血的。
看不清楚是谁。我觉得那是他们叫召唤的怪吗？什么怪？不是，那是人啊。阿纪啦，怎么看起来那么像怪物？